哎呦，你有好好在你这边陪你就好了，你那些笑雄那个阵容，放心，不要乱摸哦，是有夫之妇。对不起，像你姐姐，你看，你结婚的时候我也在，你离婚的时候我也在，对，所以我永远都在身边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可是一路好走，一路好走。哎，这句话是好像记得我有跟我妈讲过，哎，不要，真的，一路好走，不要。哎，好哎，要是有一天我真的走了，我一定会拉你们两个一起去。有错哎，你也敢做个玛雅秀啊？阿妹啦。那后摆往歌台秀不想走，对啊，最近揣机了，一起去咯，一起去咯，去嘛，你点头就好，点头，那好吗？我们四个手牵手一起去咯。哦，所以有听说打八折嘞，马上来介绍这一位呢，可以说是我们三位的师姐啦，师姐，在这个 NTUC Club 呢，没有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以前的夜店呢，可以说是这个 Pop 监控，对，也是我们的每各大小型的 Pop 里头啊，就包括 NTUC Club 的这个台柱之一哦，是，而且这个时候就开始接触歌台了，五岁哦，而且我们四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一起来这个怎么样？同台一下的，对不对？切磋，光我，以前是常常一起这样，四个人在台上，五个人、六个人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已经很少可以碰到一起了而且我最近要碰到浩浩都很难了。对啊，因为你们两个比较小牌，我比较大牌一点。不会嘞，了不起了！我怎样在我自己的范围内，我还是大牌。对，哦，哪个范围内？对，就是不要讲主持界啦。哦，因为主持界，主持界你跟他起小牌哦。主持界我是小牌。我也是排最后一个哦，怎么样呢？你是在可能海外艺人里头你是大牌啦，对，我只能在你们两个面前说我是大牌。没有啦，你大牌啦，你大牌。没有，你大牌，你都耍大牌。没有，我没有大牌，没有。他都大牌了，大牌啦，因为我们公司的大师兄，所以他大牌。大师兄，大师兄大牌是应该的。对，好大的鸡排呀！听到那个夜市的夜市啊。对呀，大的鸡排很好吃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黄凯玲小姐，是要为大家呢要带来这首歌曲。好听。那这首歌曲呢是这个，其实它是三个人组合唱的，是真的，是属于这个台湾的叫做闪亮姐妹，对，闪亮三姐妹，对，那个新加坡的是闪亮二姐妹，不一样，闪亮姐妹，闪亮，哎，这个是两个姐妹，台湾是三个姐妹，台湾那三个不一样，新加坡那两个一样脸了，哇，一样想聊聊的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带来这个闪亮三姐妹的歌曲好不好？啊，帮她伴舞一下，那你。对不对？王凯琳，好，就带来这首歌曲，曲名叫做……老师，等一下。我要叫你，然后我不懂为什么叫你老师。叫我。他们在找那个歌谱，然后今天可能没有带来，是不是？有了。反正第二首我要换歌，第一首的是要换歌呢。第一首没有，准备谱，第一首没有了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就唱第三首，直接一跳就跳第三首，这样好，我们来一跳第三首。我是一个名人超船，我是一个名人超船。哪里？快，那你休假，赶快滚。但是帮什么 ？Denise 啊，你还不赶快去叫他帮我报给老师啊？搞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 ，Andrew， 你假假拍几张 post Facebook， 他们有 Facebook 的。对，你拿给上面，快点给上面。上来，不然我来接你来呗。后来，有吗？第三首歌呀。好，我们来唱这个。这个本来的第三首变第一首了，怕会出错这样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有很高难度吗？还没有开声音。有非常高难度的呀。还好。是华语歌还是福建歌？是华语歌。哦，华语歌是。翻唱的，旧歌新唱。好，可以。你这样子站我看不到。对哦，你看他很自私。我很久没有看。不是，你怎么遮到像这一半？因为你们两个都一样脸大。喂，你管我们，你脸很小啊？对呀。好了。你肚子大。好，我们来唱小小羊儿要回家。哇，好听，好听一首歌，好听的一首歌。对，我们要陪你吗？你可以滚下去。我们要走的吗？可以。谢谢。
转台了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么好听嘞！啊，怎么会唱？乐队好，音响好，舞台又漂亮。我在后台都听到这个听出耳油的感觉。对，真的真的有看到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这样，很多羊的。这样还应该有幻想症。我刚才讲第三首的话来。看来第一首唱不了，你看唱得多么好咯，太前戏厉害了。而且我们在觉得说，我们刚刚在后台讨论，本来不上来的，说你竟然因为你跟人家型比较不一样，是，属于比较偏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你会用这个名称的？我犀利啊！你我犀利啊！我哋依家要唱广东歌，我哋讲广东话。今晚有冇有广东人啊？有冇有会听广东歌的拍手啊？拍手啊！我老是讲对讲错，拍手，拍手掌啊，打手掌啊，打手掌。会听广东歌的拍手啊！啊，有冇啊？有冇？你看你讲华语就有人听懂啊，你广东话没有人听得懂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叫他唱。你咩咁样叫啦？你咩咁样叫？我来接啦。我来接好。咩叫？咩叫？你咩啊？咩叫我难啊笑啊？我说我叫他唱。啊，你叫他唱讲讲。我叫他唱啊。你叫他唱啊？叫他唱广东歌。计嚟问听啊！啊，这句千万听无。你讲翻次我听下。叫他唱广东歌给你们听。啊，然后怎么说？我叫他唱广东歌给你们听。我呢个咧讲嚟咬嘢，你讲啊真好。你会唔会唱啊？我识唱。识唱啊？系。啊，唱一首嚟。嚟唔听啊？嚟，你唔讲啊？你讲到我好辛苦嚟听到。听听啊。好似我是安出咁样啊。啊，嚟嚟，安波。相手合掌来拜拜一下，人讲有拜有果比，加拜加福气吼。咱的内河同水啊，感谢来到咱的现场，感谢，谢谢。好，我先安规了，我都不是规。谢谢。我有两粒，我有两粒的。又要别要哎，又出个没，怎么办？不要。我猜你可能在那里住，一天两粒，你得被四回夸在吗？都不要多等。对，刚才我们。你想想，我怎么接近你了不？我等这个。你们朋友这样，我第一刀就搞完了。不见了，然后有在那边了。对，刚才我们神明说给我们红鸡蛋生孩子，给我们快点生孩子啊！是哈，生孩子哦。对呀，那个小宝他刚结婚，生啊！我结婚都不用生了，你还没有结婚？我还没有结婚，你生得出呗？我还没有结婚，先生两个。你要生两个？生两个都给你了。妈，我这太多了，两个就够了。我们的谢谢。好，那祝你早生贵子哈。贵子可以嘞，刚才讲好，我是先红贵的，我都不是贵，给我先红贵的。海玲唱一下广东歌哦。对对对，我们来唱一首广东歌。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圣诞礼物。秒干秒干啊！啊，咩啊？你咩？你讲错位啦，来定啊要。秒干啊！咩秒干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唔紧要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讲你要干，你要干。